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叫小雪。我，既然你想让我去，那我就去吧。北雨都有谁不认识飞霜郡主？我堂堂南雨都雪家千金，我雪飞霜的身份是何等尊贵。每一天的煎熬，不想别人知道，默默为你为你祈祷，就算我付出了一切，又换来了什么？我要让你跟我一样付出真心，却被人弃若敝屣，最终化成一只枯骨，肝肠寸断。我雪飞霜生于高门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南雨都最受宠的女人。我一直以为我会幸福一辈子，我这一生从来都是甜的，又何必为了多活几天而是苦的？雪飞霜，南雨都的飞霜郡主，怎么能轻易认输呢？可是一招姹紫，满盘皆输。